我们经过第18天了。no！ 你现在意思是说我要搬家了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个没办法移耶。哦喂，所以我这个有办法移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啊。OK。特别的赞，两边都风日无云。我到八段竟然扛不住伤害，我都还没有开耶。好，然后我们把电视搬进来吧。放在哪里好？等一下啊。这东西我们放在这边。那我们把船翻过来一点，我们把这个放在这边。OK，OK，OK。啊！一起床就可以看电视，我是 genius。我昨天 Seven 生日哦，完全忘记了。然后把这个。哦，OK， 翻过来。我们在搬家。OK， 完成。OK， 可以了 ，Let's go。那有用点唱机吗？有啊，在外面。这里。哦，卡洛琳给我们一点点的。土豆，完了！我觉得我们的那个什么有点不太够用，我们的量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这叫什么来着？小桶吗？不是不是啊，不叫小桶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。总之就不够用。可以点美人鱼之歌吗？可以啊，等一下啊。美人鱼，这个卡在农场听这种歌，感觉怪怪的哎，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噔噔噔噔噔，等下我们的猪还没有量，还没有要生产哦，有，我们有松露了，我们有松露了。有啦，我们有松露了的。松露，然后我们要给它晾成油。呀，晾油是哪？哦 ，what the？ 谁？好，回应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们放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放在这边。好的。OK。你的增多应该不是999吧？不是。999不好吗？我觉得999很棒啊。你对我999有意见吗？哦，好，我们还差两颗，结束。好，我东西不见了。耶、yeah! ！收成时间，这是一个令人感觉到很快乐的日子。OK， 好了。Ready spot 需要6天，好，我们等下去看一下。我们把这个卖掉，这个卖掉，哇，200多！我怎么做了那么多？走吧，我先去。我觉得海星我们可以拿来，
亮一下。OK。海星不打杨桃，为什么每次都会说海星？哎呀！OK， 所以我现在搞完了嘛，我们今天要先去找巫师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想要去新的地方玩呢，所以我就要把我杨桃放下来了。然后秋季的时候，我们去跟巫师弄一个精灵小屋出来。我来啦 ，S 法师对吧？对。Hello， Jenny， 再给你。哇，2500块，香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房子在升级上去有多少啊？算了，先不理那个。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好了，房子在升级上去要多少钱？我觉得我钱应该是不够，我掐指一算，有玩这个游戏的时间，我觉得我钱应该是不够。哦，哦，那青蛙。看到吗？我们的小朋友赚了好多了，但我觉得没法把它放着，它跑得不够快，没办法躲避捕食者，所以我做了这个生物异养枪。它看起来很高兴，不是吗？不过我觉得它可能会感觉到孤独，所以你又去抓另外一只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开设一个青蛙保护区？给那些无法独立生存的青蛙和蟾蜍设立保护区，这主意不错。很高兴你找到新的爱好，是肯定很有趣。我花很多时间在电脑上，所以有一些实际生活中的爱好也很不错。我甚至可以亲手尝试青蛙繁殖哦。而且感觉我，真假的？真的有青蛙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好酷啊！すごいすごい！红包，红包！感谢 YK 给的豆内耶！有感谢 YK 给的红包耶！呀，真的有哎、欸！等下我要干嘛来着？要是现实呢，会养青蛙吗？哎、欸，其实青蛙还蛮不错的。建筑设计费用，1234566，它总共五个零。突然想跟 Sebastian 结婚，所以我还差一个42000。OK， 所以我们这边弄完了。我觉得我过去那个哪里一趟看一下好了。因为我想把我的那个戒指弄上去，那我就不用戴这两个戒指。啊，安娜小云，然后戒指我想把这个跟这个合并起来，然后这个的话之后，因为听说有一个加一运气的戒指，然后之后拿到的话就把它跟加一那个运气戒指合起来。我需要一个成熟的杨桃桑迪。好，可以，等我有空。我觉得我来不及去了欸，是他在外面的时候，是，奶奶的气心料理，吼，对吼，我还要继续跟奶奶打好关系，尴尬，好，等下就去弄，走吧，去找奶奶，奶奶哦。玛丽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如果事情暴露，我地位就完蛋了。你能理解我的吧？你太关心你的职位了，迪维斯。生活中还有更多其他美妙的事情。但是我能理解你，我知道我们必须保密。嗨，嘎。
是，那我会保密的。谢谢你，因为你要不我，我是不会忘记这件事，所以你要给我更多的宝石费的吗？那是 YouTube 里的那个娜娜是？你躲在自己干什么？哎呀，你们两个怎么每天都被我抓啊？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行啊。哦，爷爷的故事，不行，够不到。要是我能从这该死的椅子上站起来，谢谢。孩子，那是30年前了。我当时在煤矿里上班，我马上就要换班了，但还剩下最后一个矿要炸开。我拿着一支炸药要去引爆，但我绊了一下，炸药掉在地上爆炸了。等我在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，然后他们告诉我，我再也不能走路了。你明白吧？你本来以为我是一个因为太老所以不能走路的吧？如果不是那场意外，现在我的脚，我的腿脚肯定比年轻还灵活。辛苦啦，爷爷。你对我真的不错，孩子，我很感激。等你老了，会开始忘记所有人都在关心你。爷爷辛苦啦。我好像会邀我一起看电视的哎，啊，可以了，奶奶任务达成，然后今天哦对吼，我要买种子了，我忘记啊，算了啦，不种了啦，不种了啦，我每天忘东忘西，感觉十分的糟糕。走吧，先回家。凌晨了。哦，我开始看有东西飞过去啊，是我错觉吗？等一下。诶？啊，走吧，睡觉吧。东西都弄好了。我们今天总共赚了，哇，34216，会不会是巫婆？应该不会。OK， 我们进入了第19天了，耶、yeah, ！我们先差一点点，我们就可以升级了，各位观众。哦，明天下雨耶，明天可以过去那边玩玩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去沙漠玩玩看吧。沙漠，沙漠。好嘞，拜拜。迷你图腾尖塔，哦，那什么？哪里？在总场中放置两个，可以在他们之间传送。一个放这边，一个放下面的农场，完美。哦，像是个阴谋，狗血。你为什么遇到鹦鹉啊？好讨厌哦 ！OK，No、okay. No No， 不要吃掉我鸭蛋，我鸭蛋还要的。哦、oh, ，我们还差一颗远古种子，差一颗，各位不对，远古果实才差一颗，差一颗我们就完成了。好、oh, ，这是一有就两个，还是说只能就一个啊？哦，所以我要做两个出来，另外一个放另外一边，这样吗 ？OK OK， 可以。我记得有东西需要松露油，所以我们松露油不能丢，松露油要留着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去沙漠的话，我觉得我需要多一个箱子，受不了。啊，不要，我们拿木箱子。
然后我要把这几个东西放下来。哦，对，杨桃。Sandy 要杨桃，我差点又要忘记了。怎么那么多事情？嘿嘿，怎么？是需要五个上古，我们还差一个上古，所以可能之后差不多的吧。可以干买什么？甜菜我们种，甜菜我们好像还没种，还没卖，所以我们先给他买，预先先买先吧。需要东西应该不用买，蜂蜜不用。OK， 走吧。我们今天就下去玩，嘿嘿嘿嘿嘿。哦，掉钻石哎！还有掉更多更多的煤炭，哈哈！怎么会掉那么多煤炭啊？等一下，疯狂发炸弹，我没带炸弹下来哦。都说我只下来，我只是想说，反正都过来沙漠了，有没有？下来看一下能不能撞到好东西，我就带着这种心态下来的。为什么我背包又满了？不是，好，最后一张，好，我们要回家了。第十九天，我们赚了5000多而已，5600。